再来把越南，别急，别急啊！我想一想装备怎么拿啊？劫要什么装备？法宝，我看你像法宝。夜宴飓风，第三件随意。哎，那这装备怎么拿呢？装备还是得拿通用的，还是拿大棒嘛，或者还是拿攻速。不过攻速左一就有点玩不了了，拿女神之泪也不行，拿什么呢？还是得拿攻速。大棒也可以。两魔道给一张天使来，我宁折不弯。打野怪算不？啊，玩家不算。谢谢红粉凤凰发控房的九尾狐，谢谢凤凰哥的九尾狐啊，感谢谢谢，给个波波吧，谢谢。来点大气，兄弟们，差点送的银子。未来狩猎，未来狩猎，未来狩猎。也不错。我宁折不弯。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质量，我拿手猎也赢不了。
我是魔道团转武器呢，还是也可以？魔道团转武器其实可以，决定了，就来个地下魔道团，转一手武器道。变成九五了，那九五上不去。没等上九呢，都死了。上只鸡吧。哎，这琴女这手加血挺烦人啊。九完事下波可以赢。拿头赢，那你看看我拿啥赢？我两星机器人配天使，加个羊刀随便赢。想赢还不简单啊。想赢还不简单吗？随便赢吗？四个两星怎么的都赢啊。哎，赢一把给两个呀。哦，操，赢一把给俩，我以为给一个呢。让我们继续搞事儿，那我一直赢啊。还好我升级了，升级这小子就要赢了。我失去耐心了，完了，打不过，兄弟们，怎么办？失去耐心了，这不吸了吗？打不过个屁，打死他，还打不过。想赢没门，一块钱我不要了。
要啊，我不要了。我把他连胜断了，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兄弟，非常的舒服，太舒服了。搞个奶妈上去挺好，两 AI 给的啥玩意来着？啊，加血。老差一块钱呢，真烦。拔豆，拔豆，伤一手，四豆。下波是继续搞事儿，还是收手跑路？继续啊，这么早，行，那就继续。我失去耐心了。哎，我们好像已经无敌了。我看见这一把好像只有一家同行，并且同行的装备非常之烂。就是这家同行。啊，他住了一个。我操，两箱王八。无敌失败，这人钱全花了。泰坦我不急要，我先拿个大剑。
两星王吧，确实没想到。不过挺好的，这个正好是十。还好用，说句实话。这个无尽之刃没什么用。这架青钢影属于是硬玩是不是？那也不一定，他有可能啊，不对，他应该是青钢影，因为他前地抠。这左一不拿，拿左一干嘛呀？刚也是进了一个吧，五赢一把输一把正好。我们弄得看起来很轻松。赢一把输一把正正好好。谢谢蓝亮汉的十三舅的真爱飞机，谢谢。黄图大天使，你们说是补泰坦还是补火炮？现在武器好像火炮厉害点，我感觉。再赢一把正好。这个只能出四五费的。拥有三十法强，并且技能消耗降低三十，可以。就你了，
定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。武姬讲，这边输了或者是赢了都可以。艾克我就不拿了。收手跑路吧，我失去耐心了。收手跑路，然后我们升级开始大地。看看有没有猪，别那么地儿，有猪升级补一头猪。哦，黄符啊，有用的东西呀、啊。补一头猪可以六斗，强化日女啊，也可以试试。来张两星武器，还是机甲武器吧。瞎子可以不要，要瑞文哈，扔了。声音口补个瑞文，完了补一个猪，就行敲不过我的武器，我有火炮的，还好没给泰坦，这泰坦是真废物。
查我钱，我要急速上营口。又是老孙的本事吧？爱他，鬼叔啊！别这么带吧。机器人没死啊！我操，机器人放第一排，机器人没死。这波死的挺难受。上不去营口了，地呀，我地啥呀？不用瞎指挥了，别叭叭了。坏了，别死。有点难受，姐没杀了，我操，差一轮。真是晦气，我操。